大家好，我是大肥，现在很早，在马来西亚六点半起身，因为呢每天要去谈很多的合作，尤其一些保健食品和一些或者猫山王月饼。前天自己的节目做不到，很多网友已经说，喂大肥霸体，我亦都有网友直头讲，喂你自己啲嘢你都顾唔掂，你做国际大棋局，喂你点呀、啊、即係我哋唔係你嘅听众呀、啊、其实係㗎，其实好忙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三条频，一条有人收声，一条八八卦卦，一条大飞安天啦。咁而家做多一个钟头嘅节目，或者你觉得四五十分钟对我嚟讲其实吃力㗎。咁昨晚回到酒店做完节目，跟住仲要补多两节，砌够七节平时的节目，大半个钟的直播，一搭落床已经冇办法，即系话起身啦。今朝早六点半醒，咁啊开始睇资料，咁啊开始做国际大棋局。我十点钟要出去噶啦，即系话我而家只有一个钟头能够度得掂，预备功夫做个半钟。咁今日咧，我自己嘅嘢又要吞，所以咧唔好諗住做節目好輕鬆。哎呀，大肥你夠噏，唔係嘅。國際大旗局仲有連埋今日啦，仲有六日替工，希望咧文俊興快啲好翻出嚟頂。真係咧，其實我支持唔住，我俾我幾個網友直頭打電話嚟屌柒喎。昨晚跟馬來西亞的網友吃飯，他們都同出提出同一個問題啦。現在國際大旗局講多些國際的事啦，因為呢我自己大飛看天下都有講的，但是講得比詳盡一些，我想是即有多少根據的事在國際大旗局做啦。這幾天發生很多事，當然全世界支點只是看兩件事，第一就是台海，即係印太地區。第二當然就係俄烏戰爭。烏克蘭嘅特別軍事行動委員會主席喺大前日已經發出咗個警報，就係佢作咗一個祈禱文。呢、這個祈禱文就係講烏克蘭開始反攻，祈求天父嘅保佑，即係話大反攻已經開始咗，要嚟嘅嚟曬 F-16 戰機。亦都到手，而家只係喺波蘭附近邊境嘅時候喺度作出訓練。咁我相信而家一路打一路補充兵員，一路戰機到亡。咁對於俄羅斯嚟講，呢個並不是好事。喺冇任何嘅支援底下，而家仲可以用嘅竟然連北韓嘅子彈都揾唔到，淨係見到伊朗早期買入嘅一啲最簡單的無人機值$20,000。這場仗要打先解決了幾個人，第一個普利戈津。普利戈津是什麼人？他本身就是一個罪犯，他行劫、暴力和一些欺詐，在俄羅斯被判了9年，他放了監出來，跟著他開始做一些餐館。嗰陣時結識咗普京，普京當時係副市長，佢經常會帶一啲政治人物啊，各樣嘢咁即係幫襯佢，結果令到普利戈津水鬼星成王。到普京成為咗總統之後，佢直接將俄羅斯好多嘅所謂嘅採購，尤其當食物啊呢啲啊宴會啊或者一啲用品啊，全部咧都跟普利戈津買，變成普利戈津賺到大錢。當然其中有三間公司傳聞是普京有份，即是你聽我講，我就有辦法令你賺錢，而你賺到錢的時候，我亦都得到我應得的回報。權權交易令到普利戈津一路走出來，而普利戈津這個人物就是一個罪犯。但是人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咁你話啦，同普京臭味相投，可以互相信任嘅，你係咩人？
普京是什么人？普利戈津扶摇直上，逢是俄罗斯或者普京不做那些或者政府不方便出面的那些招，就全部由普利戈津去进行暗杀，甚至派遣雇佣兵在叙利亚，甚至委内瑞拉，更加多的就是早轮排华的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政变的，现在打着内战的苏丹，这些全部都有华格纳集团的影响在这里。普利戈津扶摇直上之后，所有所谓的粗活、脏活、污糟的事全部由他做，甚至美国2016年的大选、2018年的中期选举，受到俄罗斯的黑客攻击，普利戈津是出来直接地承认 是我做的，那你就知道他跟普京铁一般的关系。但是俄乌战争这两个人开始出现了分歧，打场仗竟然不是绍伊古话晒事，是两头部队，一个就是华格纳军团，一个就是绍伊古俄罗斯的正规军，结果两个人不停地隔空骂招。作为普京来讲，如果政治来讲是对的，但是如果是军事上高，我就不认同。因为当你有两头马车互不服从的话，而会分散自己的兵力，会分散自己的部署，未必得到最高的效果。但是如果用帝王术来讲，我们明白的，就是说永远都是有两team人，他们互相竞争，互相制衡，这样皇帝的位置就越坐越稳。这个是帝王术，是习近平他还未明白的，所以他只能够有一种声音。由康熙大帝，我们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他手握里面有什么明珠，有索额图，去到乾隆的，那你可以看到什么？看到乾隆有和珅，不是纪晓岚，是刘墉，两边是不停地在皇帝偷着落在上高笑口噬噬。但是亦都因为这样坐大了普利戈津，普利戈津他觉得他能够权倾天下，真正能够影响的普京的就是他，所以在战争上高不停地出来谩骂俄罗斯的正规军，搞到人心涣散。最重要，早几天他直头站在一些尸体旁边，他去到最前线，他在指住后面那班年轻人的尸体，就是为俄罗斯人的安全所做出的一些牺牲。但是你看到权贵呢，就好像邵伊古的仔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是个女，同他的女婿现在在迪拜逍遥快活，你们用人命去保卫他们，但是他们就是过着一些无忧的日子。这个也都刺痛了普京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即是贬示到普京的无能，普京的腐败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俄罗斯街头开始有些捧起普利戈津的事情，他的海报開始在莫斯科街頭、在俄羅斯街頭都見到，就是說他是一個堅毅的領導人，而普京是什麼？一個躲在地底的懦夫。這個世界什麼時勢都需要什麼，都真真正正需要的就是英雄，尤其打仗的時候更加。在這裡雖然俄羅斯佔不到甜頭，亦都陷於苦戰，亦都看到基本上沒辦法戰勝的時候，那很顯而易見，你只要看到這些這信息，你就明白即是現在俄羅斯的風向變。而普利戈津亦都曾經講過，就是2024年莫斯科的
選舉預佢一份，即係話佢都會挑戰普京。咁你話普京驚唔驚？當然驚，養虎為患，養大咗你，你諗住挑戰我？何況呢場戰爭陽奉陰違，究竟有幾多成係真真正正為佢出力都成問題，定喺呢度想盡辦法攞盡一啲武器裝備，甚至資源，準備成為安禄山咁嘅人物，回馬一槍，唐延宗嚇到屁滾尿流，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喺呢度？普京下令唔准再報道華格納集團嘅普利戈津，因為再講落去，再宣傳落去，分分鐘引起人民啊特別注意普利戈津，分分鐘真係夢境成真，就係反到底。喺咁嘅環境，所以絕不容許下令咗。事實上，普利戈津近呢兩日，你睇下佢嘅聲勢係細咗，明顯佢講嘅嘢喺網絡全部係少咗。呢場仗已經去到緊急關頭，我哋大家都睇得到未來會發生緊咩事。但係俄斯喺呢度向基輔發起大轟炸，59架無人機、無數嘅導彈摧毀基輔。當然呢個係普京所講。咁普京講完，澤連斯基出嚟話唔係，佢一共派出咗59架嘅無人機，包括伊朗嗰啲，佢哋已經直接擊落咗58架。你有幾多嚟？我打你呢度。當然傷亡係有嘅，有一個小朋友離開咗。澤連斯基頂唔住，佢直頭公布就係俄羅斯要改名，改翻以前嘅莫斯科公國、莫斯科嘅聯邦，直接挑引普京，即係話你注定係失敗，你注定就係乜嘢？注定就會四分五裂。澤連斯基講呢番説話，咁樣喺呢個時候迎嚟咗俄羅斯要求談判，談判畫咗三條紅線。第一，克里米亞係我嘅，之前宣布獨立嗰兩個都是我的，而家有部分我侵擾了的地方都是我的，即是總共四個州，太過大上頭了。如果不是的話，俄羅斯會打到底，即是習近平去的已經夢碎了。李輝去到或者這個和事佬根本上做不成，而普京已經發爛渣，他說他們會繼續攻擊直到勝利為止。那我不知道那個勝利去到怎樣，但是當然這場仗也看到普京不能夠輸，因為他知道輸第一個會反對他，或者第一個就會叛變的就是普利戈津。當你的權勢還在你那裡，普利戈津未必會在這個時候對他發動攻擊或者政變，但是如果你一輸的話，你怎樣？他為了要保住他的權威，告訴他他不是在地底裡面的所謂的懦夫，既然是這樣的話，他只有繼續戰鬥的一途，因為現在是腹背受敵，不是外來有多強勁，而是內部已經造成了分裂。你看看普利戈津，你就開始明白我說什麼了，即是已經既然有一種聲音用普利戈津去取代普京的話，在民間上都出現。那我問你了，在一些獨裁國家裡面，你猜是不是只是民間出現這種聲音？為什麼我這樣說？因為所謂的民間一定有某一方面的官方勢力所支持，所以既然不能整合，那只能夠怎樣？只能夠順勢而為，即是這場仗就是普京最後的一場仗，他贏了
2024年可以繼續學阿習主席一樣，可以終身制。如果佢輸咗，普利戈津一定唔會放過呢個機會，一定嚟。反骨仔出現咗，咁至於澤連斯基，喂，人哋講到明喎，四個州份你俾曬我，咁就和談啦。咁當然啦，澤連斯基嘅回應好簡單，佢畫咗四個條件，普京唔好吹牛啦。第一係乜嘢？完全撤離烏克蘭境界。即是所有佔領我的地方，包括克里米亞，你給我回我，我就跟你談，這個第一而已。第二是什麼？引渡戰犯。戰犯現在全世界已經定性了，普京就是戰犯，即是說要引渡普京出來受審。這個真的很勁爆，即是人哋要跟你傾，你要你老尾，你唔係俾啲土地我咁簡單，唔該，你普京要公審你。而第三，為咗得到賠償啦，你俄羅斯有冇錢賠唔知道，但係你海外所有嘅資產，呢條聲明講得最好嘅，全部要充公，愛嚟做烏克蘭重建。據報啦，而家有3000多億美金嘅海外資產，如果充公過咗嘅話，起碼西方國家有底氣，即係我要錢，你要俾嗱，你俄羅斯裏邊境裏邊仲有幾多賠償？我哋唔講，首先你境外嘅嘢全部歸咗我先，哇！真係霸氣。呢、這個是澤連斯基，澤連斯基畫了個紅線，跟住我先至同你真真正正咁樣會談。而仲有第四點，就係話俄羅斯同烏克蘭要畫咗一條邊界以外，即係話兩國之間嘅一個邊境，呢、這個邊境要設立緩衝區。呢、這個緩衝區，我相信可能，哎呀，大家各退50里，嗰度造成一個空域，唔好隨時咁樣擦槍走火。呢四個條件，你認為合唔合理？我認為非常合理。點解？發動戰爭嘅人係普京，咁樣當佢係戰犯，呢、這個應該全世界都要咁樣做，係咪？第二，賠償，我唔知道你有冇錢賠，但係外邊有3000多億美金，咁呢啲梗係要食咗先。第三，緩衝區，即使和平之後，避免雙方嘅衝突，設立緩衝區。而第四當然啦，撤出所有佔領嘅地方。佢唔係好似普京咁，你就要攞曬人四個州，要埋克里米亞。人哋只不過攞翻自己嘅土地，所以兩方面嘅衝突基本上係冇辦法協調，同埋冇辦法可以得到一個所謂嘅配合嘅，即係冇得傾啊！法蘭西皇帝就叫馬龍出嚟廢撚事傾，係咁，即係話呢場仗只會打落去分出勝負為止，普京是滅頂之災，澤連斯基背水一戰，這場大戰已經不是一觸即發，是已經打開戰了。大反攻這次我相信大家都沒得拖，對於俄羅斯來說他沒得拖，因為已經有一些潛在的勢力普利戈津抱了頭，對於澤連斯基也都沒得拖，因為 F-16 已經到手，所有的嘢準備，即係所謂嘅叫做一鼓作氣。打仗係需要，即係有陣時嚟一場好猛嘅戰爭去決定勝負。當你所有嘅數已經計好曬，所有嘅設備、所有嘅準備你已經準備好曬嘅話，如果你再拖嘅話，士氣就會低落㗎啦。打仗全憑就係一鼓作氣。
澤連斯基好厲害，佢明白嘅，一路拖拖拖拖到所有嘅軍備陸續到位，而士兵已經有足夠嘅訓練，咁樣就成為一個所謂嘅叫做驚天一戰。今日同大家做呢個節目，係想大家多啲啦，即係多啲了解近期嘅狀況啦，近期嘅狀況。咁俄羅斯烏克蘭，即係睇牌面，睇牌面都知道噶啦。嚟到呢一度，咁再講講啦。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睇廣告，可以加入司徒文俊興嘅 Patreon， 可以嘅話亦都可以有啲叫做實質嘅支持。係啊，實質嘅支持，請文俊興飲杯咖啡。網台不易啊，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咁我都知道，百貨百客有陣時咧，好似我哋啲小網台，維生係比較困難嘅。係啊，維生係比較困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話頭即係珍惜每一個支持過我哋嘅網友，亦都多謝大家。今晚一人唔收聲，咁啊繼續，拜拜。啊、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，咁啊，阿朗哥阿文登為我煮咗一味嘅，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呢？我台長西亞牛扒。嗱、啊，咁我要介紹一下呢、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？第一樣嘢，單手可以食嘅，唉，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，咁西亞牛扒，咁咧不入出比較得嚟苦蝦啦。仲有啲味蛋咧，係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冇完全冇澱粉質嘅。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大家嚟啦，跟住落嚟啊，一定要點啲味，台長西冷牛扒啊！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。多謝大家。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